2点。再写这个竖画，竖画要靠右边这个点要垂直，用垂漏竖。横要短小，提笔要轻。横折，横要稍微细一点，提按转折越粗一点，向左下方斜的。这个横画要长，要稍微细一点。竖画微微向右下方斜的。头上宽下窄到体型，这个横画可以拖住这个竖画，所以这个稍微直点，这个斜的多一点。这个竖画不要太粗，要垂直。横画要长的变化，它间距均等。